叔教你做道具。大叔教你喊麦。嗯，喊完你，我先把胆儿放开，让你放胆儿。你看老半天不释放，你最后来我就要插话了，我就。你得插，插完之后你要唱。啊。一人这个饮酒醉，玻璃瓶我干稀碎，两眼我独享所谓，得劲儿，好的 gay。大叔教你直播。那个今天呢，就是体验一下生活，到一下那个老家龙泉沟啊。我这已经十七八年没过来，从小搬走的，我妈妈进城没来，这是我的老家，因为呢不忘家乡嘛，是吧？看一看，哦，戏好，比你俩都好，是吗？嗯，换人吧。这是个大赛，看吧，这里不用出脖子看。